迷恋被拒，学生二十刀刺死女老师。德国北部布莱梅附近的宁静小镇，上周五发生35岁的高中化学女老师被小她14岁、迷恋她的男学生刺死惨剧。老师比尔曼在校常被凶嫌纠缠，去年初她担心被杀害而报警，警方在凶嫌住处搜出火药。她去当兵仍暗中监视老师，上周五还偷装 GPS 一路跟踪她回家，当场拿出一连串问题示爱。老师不生其扰，断然拒绝，他发狂拿刀刺杀老师20刀，路人来不及阻挡，老师当场死亡。凶嫌留在现场冷静报警自首，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